所有朋友见面，很开心，希望大家能够呢非常愉快、很开心的度过了今晚间。接着安排下一首歌，因为今天是这个老歌怀旧之夜嘛，所以安排下一首歌，大家也不陌生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朗朗上口这首歌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谢谢，两首歌曲后呢，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大。